又利用说我们上凯道又来给你搞这条路，因为现在只有现在是最后这条路还没施工而已的，其他大部分都已经差不多接近八九成的完工了。那昨天的情况是因为那个工人已经把怪手开到这边，准备要开挖我们这个我们还没有达成协议的这块土地。那我爸昨天跟他讲说，你只要来开，我们就一定要跟你抗议，除非县政府来跟我们协调好了，我们同意了他所提的方案，我们才愿意配合他。守护家园，守护家园，坚持到底，坚持到底。像你们现在背后这边有一条三十米路嘛，然后它是要延伸到公益路这里，那这个延伸的所要使用的土地就是用我们黄福记我爸的土地，那今天他这个土地他要把我们拿去，当初是他要以地一地换给我们，而且是我们有跟他讲说你要换我们土地，要还给我们土地是要完整性的，结果他今天把这块土地分成三小块，就是麒麟地要还给我们，所以我们不能接受这个。而且他这个道路其实也可以往旁边偏移去开设，那时候他的土地他的道路会更直，不会像到前面就弯掉这样。弯掉就塌掉。你今天是要来？我们是要来看，我们是要来看会当点灯吧？会当来点灯，哎，你做我就无得做啊。对啊，就是靠恁做啊。哎，你都无目标，我是要哪做啊？这交嘿嘛，阮地主。管政府就无来交阮讲，阮嘛无有做。对啊，阮就是有目标，你知？阮就有我有诶目标，阮才有订单，阮才有订单。嘿，你带我看了一看，无那个诚意要来解决问题，不可能会好。伊就甲你讲安尼，我随时要来，伊也着来伊啊，伊也无要甲你讲啊，土地你诶，伊讲无爱甲你讲。哎呀，就是安尼啊，即个管政府的做法就是安尼啊，伊根本无爱甲你讲就对啦。他现在这个路开下去的话，哈，我们他留给我们的。这一小块的农地的灌溉水排水沟那些全部都不见了，所以这块农地也等于是废地了，因为它没有出入口，也没有排水沟。还有另外，他把这块土地划的另外一块，也是在我们那右手边，也是一个三角麒麟地，全部都没有路可以下去耕种那一块土地，那一块农地，所以那一块农地也等于是荒废了，所以。一块土地把你划成三大块，给我们的全部没办法耕种。我们今天要的只是说，你要还我们农地，让我们可以耕种。结果他给我们的农地是支离破碎的，完全没办法耕种。边啊讲好啊，我才宁波，我才介绍是较好啦。啊，不过伊本来咱去用建筑的时有答应啊，要从这边划啦。啊，回来。已经拢大家拢，敢那讲，这个树拢啥拢写好啦。倒来老蒋王就唔肯咯，唔肯即马加达分一地啦。啊，迄边搁起分一地啦。啊，迄边差不多两公尺搁分一地啦。啊，差不多六。两公里啊，两。两头两公里啦。啊，伊即个讲合作。两分地头分到三位啦，啊要我做田啦，啊我安尼敢会无大？我老伙仔敢有可能？莫讲老伙仔，少年嘛无。因为你数目少啦，啊你即摆打屯安尼，你若敢要做田嘛歹做。他想说你们这么高拐，我要给你土地，整块给你远远的，你要不去，然后他就火大嘛，火大就第一个，原先这个房子也不用拆这样子，啊原先就是整块。农地换到左手边，房子都保留。他这次就是故意要整你嘛，我房子就给你拆掉，拆掉一部分。然后这块土地，你现在看出这块土地分成三小块啊，那个地都是麒麟地的，都没有农水路，也没有道路，可以进去。他唯一面临那个道路可以让你进去，也就是只有94公分而已。哦，你跟他讲94公分大概是这样子嘛，那个农居地根本没办法下去。所以我们才会一直跟他抗议、抗争到现在。其实这个土地征收案是没有公益性跟必要性的，所以我们应该也不用配合他。内政部营建署的都委会里面746已经，其实我们已经跟苗栗县政府，746次那个都市计划委员会的，我们已经跟县政府都已经达成协议了，就是他这块土地我们让步给他开马路，然后把整块土地放在我们房舍的右手边。
这个大家是在都市计划委员会里面都已经大家都是认可的，而且委员也都是觉得 OK 的。集中的一个条款。对，就是划以地易地，农地集中，因为我们这边也是农业区，他给我们的农业区是编号3，所以当初他把我们的土地放在我们旁边，也是符合他集中划设的一个原则。那是746时候答应我们的，结果在755会议的时候，他又把746的会议推翻了。把他之前我们的大家所协商的结果给他推翻了，才会演变到现在这样子。今天如果让他得逞，把这个农地都挖掉的时候，改天他即使官司打输了，他有跟你讲说我没办法恢复了，所以我用钱来赔偿你。啊，我们今天不是要你的钱，我们今天是要你土地还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耕种，至少要守到行政诉讼打完，结果是怎样？然后那拆那一块围墙的目的是，要你现在看到那个水泥桩有没有？然后围起来，拆我们那个斜角的用意是让它那一块水那一块土地是要方整。那个也是苗栗县政府征收掉了。8月16号的时候，我们要在苗栗县政府前面府前路那边举办守护苗栗音乐会。那我们的路权呢，在礼拜一的时候已经提出申请，但是到目前为止呢，我们都还没有收到苗栗市公所给我们的回复。这样，那我们希望可以在今天之前，那可以确定我们是否可以在前面使用那个路权的举办活动。这样，所以我们8月16号的时候，现在是确定会在苗栗县政府前面举办我们守护苗栗的音乐会。这样，那最后是。